各位北海道的朋友，大家好！大家看到我这个身后的小叮当，是不是很熟悉呢？没错，我现在就在北海道的新千岁国际机场哦。那有来过北海道的人都知道哦，大家这个入境北海道之后呢，都会看到这个小叮当哦。大家一定会在这个小叮当前面呢拍照留念哦。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呢，所以我就带大家看一下现在新千岁机场的状况哦。现在看得出来哦，整个入境大厅空无一人哦，完全没有游客。哇，后面的 information center 哦，大家就闲得要死，这个钱也是蛮好赚的。大家前面看到现在新千岁国际机场的航班表哦，每个都是欠航，都 cancel。那看到一下台北大家常坐的长荣 BR16 取消，几乎是全部取消了。那我身后就是新千岁机场的出境大厅哦。现在是空无一人，所有的航班都被取消了，所有的 check-in counter 我们要去看一下哈、哦，完全没有工作人员哦。这个偌大的大厅，新盖好的航厦，完全没有人。然后呢，我一直往前面走哈、哦，就是新千岁机场为了东京奥运哦新盖的航厦哦，但是千算万算哈、哦，都算不到有这个疫情来哦。新盖好的航厦，空空荡荡，完全没有人。盖好了，只有给蚊子在那边飞来飞去哦，变成了蚊子馆哦。那看到很多右前方很多樱花妹哦，机场的工作人员哦，其实现在的状态是蛮险的，也蛮多航站的警察走来走去的。我们现在走过去出发口，看一下最新的出发口长什么样子哦。那我身后呢，就是他最新盖好的这个出境大厅哦。那他是用电子的哈、哦。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没有人。那身后有一些新的工作人员哦，但大家都戴口罩。那我们等一下去欧米亚街那边看一下，看看人潮变得怎样，然后去国内线那边看一下。大家现在对这一条长廊的电梯有没有很熟悉呢？没错哈，这一条长廊啊，就是连接新千岁国际机场的国际线到国内线哦。那大部分人都会走这一条，因为JR 就在国内线，所以大家一定会穿过这一条长廊。那现在这一条长廊也是空无一人呐、啊。那这一条长廊的尾端呢，就是我最爱的冰淇淋哈、哦、，Kinotoya。那我们就去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开。这个 Kinotoya 的冰淇淋就是连续两年机场的冰淇淋票选第一名哦。那今天我最爱的牛奶没有了，那现在有抹茶，宇治抹茶 Soft， 空港限定哦。那我们就来吃看看哦。嗯，真的很浓很香，不愧是机场第一名的冰淇淋。我相信大家来北海道，很多人都会来吃这一支冰淇淋哦。好棒哦，我终于吃到了。然后这边就是新千岁机场的欧米亚给大街哦。那不管是大家是出境还是入境哦，都会来这边采买一些纪念品跟一些甜点饼干哦。现在看起来，当然啦，当然是没人啦，相当的凄惨哦。然后新千岁国内机场有一个展望台啊、哦，所以我们去看一下飞机的状况哦。在新千岁机场的国内线呢，它有一个户外的展望台，可以在这边看飞机的起降哦。因为这边是国内线，所以还有一些飞机在起降。那我现在听到飞机引擎的声音，就觉得很疗愈。现在日本的状况就是人进不来。然后呢，日本人也飞不出去哦。我现在拿的是疫情签证，那我这个签证是没办法再回到日本的，是禁止的，所以我现在也没办法回去台湾了、哦。那有一台飞机要飞了哈、哦、，ANA 的、哦。
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坐上飞机来北海道玩哦。拜拜。